这个医生为了救自己的孩子，却给这个男孩喝下了敌敌畏。但是最后自己却被指示者杀害，直接穿了个透心凉。之所以会被他从后面偷袭，因为这个圣骑士有着可以隐身的能力。但是他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利用他的能力潜入到梅丽的房间后，打起了他那把刀的主意。但他没想到，梅丽只是把毒药当着饮料，梅丽已经完全恢复。面对强大的梅丽，这家伙只剩下破窗而逃。 就在他认为已经安全时，刚才还在房间的两人一株已经到了他的身边，想不到他一点圣骑士的样子都没，直接就举起双手投降了，表示自己实力很差，并不是梅丽的对手。但就在他说话之时，两把飞刀从天而降。还好梅丽识破了对方的攻击，原来刚才他投降时已经发出了两把飞刀，不过对于梅丽这种两公里外都可以看到内裤颜色的眼力来说，这根本就是小儿科。但这时那个医生出现了，让铁头人放了他女儿，只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价值。 毫无防备的就被铁头人从背后捅了刀子，他继续想对公主下死手，被梅丽一刀给格挡住。然而下一秒却失去了敌人的踪迹，他这能力应对确实太麻烦了，出现的位置根本就无法预料，梅丽只能勉强抵挡一下。 接着他拉上公主就跑，但在中途依然遭受铁人的攻击。还好梅丽的反应速度蛮快，这时他们跑进了一个房子里，来到了二楼之后，梅丽注意到脚下是木质地板，然后拿刀耍了一个小刀花，说是自己弄了一个小魔法让对方进不来。接着故意对他们说要小心些，说不定敌人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中间。话音未落，骑士就出现在他身后，刚才那些都是梅丽挖好的坑，正等着对方落入陷阱呢。残念，足元ですよ。 不得不说，战斗智商还是在线的。而现在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梅丽也可以放开手脚来了。一击便把铁头给打得晕头转向，只是他又开启了隐身模式。最后骑着一只小马就跑了。心地善良的公主跑回倒下的医生那里。 只是医生在说了一声对不起之后，就一命呜呼了。公主认为是自己的寻找七元罪的原因，最后才牵连到医生导致他的死亡。心中非常愧疚，但公主其实也是为了拯救更多的国民。梅丽这样安慰道，因为还有更多的人等着他们去救。而这边的铁头人骑着小马已经跑到了很远，他想不到对方如此强大。不过他的增援也已经到了，两位圣骑士也将加入战斗。